许光汉凭借台剧《想见你》打开知名度，随后主演电影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》，更让他攀上事业高峰。除了接下综艺节目邀约，还将跨足日韩影视圈，成功在国际闯出名堂。他阳光帅气的外形以及明媚的笑容迷倒不少人。然而近期他受访时却坦言，其实自己累的时候会整个人搞消失。许光汉在工作量增加后，开始意识到应该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，于是他偶尔会隔绝外界，身边的同事找不到自己时，就知道自己是在休息，因此会留一些空间给他，让他觉得很感谢。此外，许光汉也透露自己喜欢跑步，感觉压力会随着汗水流掉，在跑步的时候能拥有一个人独处的时间，因此他认为运动其实不只是为了维持健康，也是照顾心理健康的方式。